什么减肥不能嘴上说说？我除了嘴还有哪里会说话？好朋友失恋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，只好把他拉黑了。我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于是我把题目对天空讲了一遍，毕竟人算不如天算。月亮奔你而来，那还叫什么月亮？那他妈的叫陨石，来求你狗命的。你上午起不来，我中午刚醒，他通宵到早上八点和我们说早安，我们都有猝死的未来。请用好吃来造一个句子，谁来回答？好吃个屁。这位同学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乱吃的。天真，今天真热、马上，我高兴的坐在了马上。你给我从马上下来。我们继续啊，先什么什么，再什么什么，谁可以回答？老师，我那你说吧。先生再见。哎呦我的妈。我大半夜一会上树鹅叫，一会上树猪叫，楼上楼下都能听见。第二天他们找到我父母，跟我父母说呀，什么宠物不好，非要养猪和鹅。人类出生时头发也是稀疏的，所以朋友们，脱发代表你们在返老还童呀。姐姐，什么？你拉完粑粑总要回头看一眼？为什么你明明知道自己脚臭，脱了袜子也要闻一闻？为什么你手上被咬个蚊子包一定要掐个十字？为什么你逛超市就喜欢把手插进大米里？为什么你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吃？有脑子我不用，我就让它闪着，有饭我不吃我就要饿着，有视频我不更新我就要一拖再拖，哎，我就是玩。